所以各位好朋友，台长在这边要鼓励大家的是，一定要准备这个好一点的手机跟脚架，把现场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美美的留下来。然后呢，记得下次有这样的一个展览的时候，一定要来学学台长这样的把它录下来。然后呢，记得哦，一定要来跟台长分享，让我们一起来推广，将来所有的这样的很棒的艺术的展览都能够留下美美的画面。好，下回要再报道什么地方呢？我们下回见，我的电话来了。Just a dead thing you can claim, but I know every rock and tree and creature has a life, has a spirit, has a name.